10月22号，火箭少女101见面会在广州人力举行，孟美岐、亚米和 Sunny 三人同台大秀舞技，尽显青春活力。在后台采访间，孟美岐还分享了自己最想合作的艺人。为什么又交给我一个选择呢？是不是全世界都知道我有选择恐惧症？说两三个人。我喜欢我们的杰哥张震老师，对，然后还有我们的闺蜜。想你被问到不忙工作的时候会做些什么时，他表示我没有特别想做的职业，我除了做艺人没有什么想做。在热烈的采访氛围中，亚米也说了一个笑话调节气氛。你知道企鹅为什么它前面是白色吗？是的呢，然后其他的地方都是黑色。你怎么知道啊？因为它的手很短，它洗澡只能洗这。芒果拉新闻，表白三位元气满满的小姐姐，报道。